谢谢 bro， 十八家里又没钱了，花钱如流水啊！就算一盘赚个1000万，出去可能也就分分钟花完了。所以我又来实验室赚钱进货来了，拿到一把价值5万的破铜烂铁 SKS， 掉了一点都不心疼。穿的破四级当挂甲，背了个大纸包。有人会问我，这样瞎开枪是几个意思？两个字：虚张声势，让其他玩家感觉到慌张，觉得刚开局就有人开枪，而且这个开枪频率有点东西。来了波心理冲击战术，一是看能不能吓住敌人，直接去那扎跑路；二是让敌人不敢搜东西。跟十八学你姐啊！刷完黑卡压子弹的时候，听见有脚步在机房，认真听。这里我直接掏出了这个版本的神器摔炮，只要扔得好，别人将毫无还手的能力。看他们过不过来。这个时候听见医疗区开闸了，说明他们从机房跳断腿房了，选择直接走逆拳下去搞他们。听声音好像没有跑到水房，我们先擦个油。擦油的时候听见在左边有脚步。准备先掏一颗雷啊，逼一下对面走位，然后架枪。一枪，他给我们扔雷，赶紧躲一下。再掏一颗雷，最少两个人，听见没？他压过来了，往后撤一下，直接打掉一个。赶紧上去放个弹夹，放完我们下去看一下。现在左边有脚步，掏出我们的永远第谁摔炮，哪一发？没动静了。Holy shit！ 炸死两个！摔炮永远的神呐、啊，兄弟们！棺材包、哦，五级甲 MP7 啊，舒服啊，兄弟们！舔一下，舔一下，开箱。哇，六级小黑甲，呼呼，哼，哇，带不动我的 S58 吧？这太秀了吧！但是他带的这个 S58， 说实话有点秀啊，这 S58 怎？这个 S58 怎么玩啊？这个 S58 这 S58 怎么玩啊，兄弟们？这是三级，带个这个裸的 S58 进来，打个勾吧呀，这。再来舔下这个玩家的包，开局三杀呀，兄弟们！这个人的话，四级破弹挂甲，一把 RPK 轻机枪，这把枪可以拿上，把我们的 MP7 收一下，放在背包里面。我全都要，哎，包套一下，有点重啊，好像这75.4公斤，我的发，兄弟们，
这才开局几分钟啊，我就走不动道了。这太闹了，这劲儿不太行，换一个劲儿。劲儿不行。有点重，我们想要搜的话得先去买个包，这太重了。来到水房这边，听见后通有脚步，也就是前面的左边通道。刚刚他们跑了一下，去晃一下，看见有几个 AI， 好像是 AI。现在实验室的美军真的要小心一点点打，因为他现在的美军感觉又变强了，兄弟们，动不动一发头把你带走，所以说打的时候得小心一点。我操，他闪现了！进实验室的一大痛苦就是被 AI 给干死，真的。被玩家干死还好说，被 AI 干死的话就很痛苦。这里我们填下 AI 的装备，可以，这里可以把我们的 SKS 给丢了，拿上他的 AK74M。 这个弹挂是四级弹挂甲，是这个档新出的。抽下子弹 BT 弹，哎，一发八九百呢， BT 弹都是钱呀，兄弟们，都是金钱的味道，什么都要，我现在是什么都要，只要是钱我都要。哎，舔的真香啊，兄弟们，舔的真香。这个 S58 的话，弹夹里面是 M80 子弹，一发的话1000卢布。刺梭子，哎，肥肥。舔完这三个美军，然后回来掏下背包，掏下娃，整理一下啊。大家都知道十八摊，所以说我们再买下包，然后再去搜刮一下实验室啊。这边门被开了，附近都被搜了，说明还有玩家，我有点慌，好怕被他脑溜，而且我已经舔得还不错了，万一被溜死那我就血亏了。这样一想还是不贪了吧，稳重一点，回去拿包撤离吧。还有玩家，嘴上说着不贪，然后我又来到真房搜了一波，也顺便做了个任务。哎呀，不能贪了，撤了撤了，88.4公斤，香香，不揉，下期见，记得点赞哦，感谢大家。